那么为什么叫让步不上步？他打过来了，我得刚才讲了，我得叫让步啊。他打过来了，我这还叫让步，这叫让步。我呢，你看，跑起来讲道理说，一上步跑这儿来，我去拽他去，这个动作就叫打他术，啊，就打拽呀，确实能拽他。反过来讲，你要考虑一下，我的脚能从这后边抢到他的这个后边去，你为什么不踹他？你为什么不躲他？你抢到去把他摔倒，他起来他的一刀。如果说我这个手啊，我这个脚能迈到后边去，你还算为什么你不打死他？这就是八一拳的风格。如果就是说，真是说我用打打术，啊，好，把他摔倒，倒了，我把腿一